是否还记得拉萨有多美？蓝蓝的天空，清澈的水。是否还记得拉萨有多美？温暖的阳光和你的美。走进八廓街，遇见了阿曼拉，他要的精通把岁月诉说。坐上三轮车，遇见千年深深的布达拉，我为你虔诚的祈祷，欧玛尼别灭我。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亲爱的朋友，让我为你唱首歌。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让我为你献上洁白的哈达。向远方出发，翻过唐古拉山，遇见了纳木错，我为你真诚的祝福，这是地雷。哦，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这位姑娘让我为你敬上干净的美酒。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这位姑娘让我为你唱首歌。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阿弟的《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这首歌特别有那种旅行者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能够感受到他歌里传达出来的这种在路上相遇的朋友之间的这种友爱的感觉。